好，呢度咧佢話咧有六個波，咁咧嗰個記號嘅數字咧就係7888999。咁而家咧佢嘅玩法就喺個盒裏面咧抽波出嚟，每次抽一個之後咧唔放翻落去嘅，直至到抽到9為止。好啦，咁我哋咧而家想問嘅概率咧就係啱啱好抽三次。所謂啱啱好抽三次，即是第一次是抽不到9的，如果你第一次抽到9，即是已經是一次搞定，抽一次而已。所以第一次抽不到，第二次都抽不到，而剛剛第三次抽到，這個就做到恰好三次了。第一次抽不到 的概率就是3/6，因為有三個不是9來的。跟住到第二次了，因為我們不放下去，所以只剩5個，五個裡面有兩個都仍然不是9，所以2/5啦。OK， 第三次了，第三次只剩4個，四個裡面有多少個是9啊？因為我們今次要了結它了嘛，要抽到9了嘛，有3個9的，所以是4/3，全部全部成20/3，答案 D。